你在湖边在做什么？对，他说了什么？嗯。我们就闲聊啊。我们在说他失恋之后需不需要找个备胎。闭嘴！需要吗，小哥？哈哈哈！那你知道我蛮尴尬。尴尬什么？又没说你。哈哈哈！吃饭吃饭，赶快吃。我看你现在能笑得出来了，想通了。还好吧。那你现在心情又好一点了吗？灵气也恢复了吧？是的。高明、燕姐、那个谁，今天真的谢谢你们。其实呢，你要谢的不只是我。Angela，成功了。发生了什么？我错过了什么？戏演完了，杀青了，大家开心吗？安总怎么会在这里啊？我算是制片人。制片人？你是安总了吧？你好，你好，我是小葵的表姐。你好，你好，坐。这位是真哥。小葵跟高明呢？小葵跟高明还没有来，所以我们要先商量一下一会儿要怎么办。那伯伯是来不了了吗？我不打算告诉他了，我怕他担心。也是。所以小葵到底怎么啦？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现在就是需要委屈你一下，帮我们演一场戏，跟他演一对情侣。很委屈吗？其实我们今天特地为了你演一场戏，就跟他根本做一样。谁要跟做鬼？他是 Angela 请来的心理治疗师。不要理他，你走。现在有点严重，这样真的 OK 吗？当然，我只不过需要再多一点时间而已。放心啦，高敏，真的是我身边最厉害的心理治疗师了。可以，不过这招以毒攻毒，真的很行吗？Angela，哎，别客气，我主要是为了高敏。你看他连你姐姐都请过来了。喂，啊，好感人，高敏，你什么时候也能对我这么好呢？好了，放下。燕姐，小葵，高敏一告诉我你有麻烦，我就立刻赶过来了。那你跟他不是情侣吧？演得好吗？来，燕子，亲一个。走开！当然不是啊，我怎么可能看上他啊？哎呀，妈妈吓死宝宝了，我还在担心你会跟他殉情呢，因为伯伯不会答应，我也不会答应的。放心，放心。Angela，这一单绝对不打紧。啊，对了，小葵，听说你找到妈妈了，恭喜恭喜。但是还没去相认。那还不赶快去相认？对的。那你现在店应该也充满了吧？是的。那你准备好去找你的尚先生了吗？准备好了，我们一起加油！我绝对不会放弃的，陆小葵，加油！哎呀，吃饭了呀！吃饭吧，菜都凉了。哎，等一下，我觉得这个戏都演了，是不是应该让主角来评判一下今天谁演的最好？让我想想，我觉得是燕姐，你的演技有点浮夸。哦，我不是专业的嘛，所以我觉得应该是高明。你的戏有点平淡，中间在湖面那段对白
长得还有一点生硬。那我是走心的。那可能你没有什么表演天赋吧。所以我觉得今天演的最好的就是猪猪，耶耶，旁边的瞎子哥哥。我也觉得我演的是最好的。吃饭吧。来，陆小葵啊，你还打算在外面转多久啊？你怎么知道我在外面？自从上次家里丢了东西之后，我装了监控了。进来吧，哥们儿。集团成立30周年，旗下著名时装品牌 Elephant 正式签约亚洲天王木村展树作为新代言人，同样他也是我国内首位代言女装品牌的男艺人。 Elephant 决定推出20年前由风尚集团现任总裁尚云熙女士亲自设计红极一时的作品 Beer Girl 的经典复刻版。尚云熙女士首度为自己证明，表示自己是 Elec 品牌的唯一创始人，之前的首席设计师秦瑶女士只是她的得力助手。 Elec 现任首席设计师高明先生将以新的工艺制作还原出尚云熙女士当年的设计原稿。高明先生曾因堪比偶像明星的帅气外形而走红网络。珍妮啊，我没有话对你讲。怎么了？我和柏然过两天就要离开这里。什么时候回来？
可能一个月，有可能一年。一年，那我就在这里等你啊。现在其实你不用想。我已经想好了，我之后会把这里租下来，房租你不用担心哦。我可以再去多找一份工作，然后我会变得比以前更爱干净。每天我都会打扫房子，我会打扫小葵的房间，也会打扫不然的房间，也会打扫你的房间。等你回来的时候，这里都会跟现在一样。我有可能不，那也只是如果。你昨天怎么了？我给你打手机，打了一整天都找不到你。我新婚了？怎么可能？我最喜欢我男朋友，我很专一的，我以后还要嫁给他呢。嫁给他？人们都已经甩了你了。啊，看电视吧。请问尚总，关于风尚集团30周年庆典，能不能先给大家具体透露一下有哪些精彩活动呢？首先，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关心和支持。其实这次风尚集团的30年庆典，并不是主要标榜我个人的成就，我是要向世界证明，中国已经成为时尚的大国了。那这场秀场具体有哪些重量级的嘉宾会到场呢？啊，新签约的阿莱格的亚洲天王木村会不会来现场呢？哎呀，你就不要为难我了，就允许我保留那么一点点，卖个关子吧。不过众星云集，那是肯定的。尚总，你就多少透露一点点吧，好不好？好了好了，拗不过你的要求，不过你的执着我喜欢。只要你们知道的、熟悉的、认识的，世界上全球的名模，从榜单第一名到第50名，全部都会在我的秀场上出现，所以。非常欢迎媒体朋友，他要是能请来一起来享受这场，我也就管他叫姑姑。时尚的盛宴，尚云熙，怎么样？很期待吧？他怎么站起来了？这是医学界的奇迹。卑鄙无耻的小人！啊，什么意思？大 boss， 终于浮出水面了。我没懂，怎么感觉最近发生这么多事情啊？啊，这么多年了。我真的是念在她是尚总的妹妹的面上，念在这是他们的家务事，什么都忍了，忍了这么多年，但她现在居然在媒体面前说出这样的大话，我真是担心风尚要毁在她手里。当年青瑶忧郁症发作，尚云熙假借照顾她的名义，各种栽赃我和尚总之间不正当的关系。青瑶，我跟你说这些只是给你提个醒，你自己得注意一点。我也没有说一定是，只是外面的人都这么说。我不希望你蒙在鼓里当个傻子，你知道吗？青瑶信以为真，每次见到我都会发疯。当时我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可尚总吩咐了我，我得照顾青瑶，最终酿成惨剧。秦瑶过世之后，尚总为了顾全公司和他们家族的颜面，要求我保密。可那时候，风言风语已经传遍了整个公司，人人都觉得我是个坏女人，破坏了别人幸福的家庭。就连韩风也误解了我，但我不能跟他解释。我答应了尚总要保密。本来韩风跟我都快结婚了，我就这么错失了我的爱情，变成了一个只有事业的女人。之后我一时冲动，嫁人，生了个女儿，又离婚，然后女儿死了。失去了女儿，
如果我女儿还活着，她应该跟你差不多大。我觉得好像你是我女儿似的，姐，你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认你，你知道？啊，杜德，好像好像我女儿也原谅我似的了。妈妈的孩子 ，sorry， 我不是有意的啊。这是我小时候的照片。这张照片啊，这个是芳芳。我就是芳芳，上次我拉你家领项链的时候，我看到你床头的这张照片，我就知道你是我妈妈。怎么会是芳芳？我们家住在解放路临江地堡，爸妈破产之后就不见了，后来被送去伯伯家住，就改名成了陆小葵。不可能，芳芳死了。我不是故意瞒着你的，陆小葵是段小峰。你是我老板，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想要我这么样一个女儿？你跟我想象的是不一样。那还凑合。
真的没死啊！我要去做 DNA， 啊，走，走。陆小葵，你不会是来骗我遗产的吧？说到遗产，妈，我问你一件事。就尚博然他爸爸为什么要给我股份啊？给你股份？风尚的隐藏股份在你那里？哦，我现在知道了。原来尚总他知道我家事，一直在帮我调查我女儿是不是真死了，所以他把这个股份当作是确认身份的证据。如果我女儿真的是死了，那这些股份就会移到我的名下，那我可以一下子不拿那么多，不会引起股东们的不满。你跟博然爸爸是不是真的有那个什么呀？当然不是。你想什么呢？你爸爸是韩风。韩主编。你想得美，我也想了。你放心吧，你和尚博然不是兄妹关系，有那么狗血吗？啊，那我有些急事，我先出门一下。马上要出门啊？我都没看够你呢。以后多的是时间呢。就知道你要去找谁，你去吧去吧，我给你安排车啊。谢谢蓝主编，谢谢妈妈。再叫一声妈妈。你等我呀，我得给你安排车。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尚博然说，他不想见你。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他说。谁啊？一鹏。你好，我来调查水表的。陆小葵，你专业一点好吗？你这个样子怎么让我相信你是个查水表？啊？我还要告诉你，那个马里奥啊，他是修水管，他不是查水表。走走心好吗？什么事这么长？那个，我做做运动。
陆小葵，我告诉你，咱们这儿没有保安。还有，不然让我给你看。我正要见他一面。你要逼死谁？逼死谁？果然现在处境很危险，三天之后就带他离开这里。但是去哪儿，我不告诉你。赶紧走。我就跟他说一句话，一句话就好。陆小葵，你怎么还没搞清楚状况？行，我让你进去。但是如果博然有什么三长两短，你负全部责任。进，在我没有后悔之前，进啊！我后悔了。你怎么来了？高明 ，iPhone 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一个人都没有，衣服也都没有。歇业整修，尚老师想要撤掉店里所有的衣服，让店里只卖二手旧衣服。我也没办法。上不来人呢？没见他，小汪不让我见他。而且，他们好像要出国了。什么时候？不知道。那你要我帮你联系吗？真理，你怎么在这里？小鬼。不应该让小汪汪知道我们在哪里，我不应该在你最需要我们时候离开你。那你们慢聊吧，我先帮你们买喝的。小鬼，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不能没有你，希望你可以原谅我。珍妮，其实我没有怪你，我知道小红红对你来说很重要，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我们现在快点去机场了。怎么了？他们现在才去机场的路上，你们要快点去拦住他们，不要让他们走。干嘛？你不会舍不得波然吗？舍不得。但我记得曾经跟我说过，无论他在哪里，去到什么地方，去多久。只要他知道我在等他，他一定会回来找你。所以你要一直等他。怎么了？珍妮，高明，我需要你们帮我一个。明天22点，是尚先生大结局。如果我告诉你，你爸去世前拜托我照顾你，
你信不信？若他有能力，也想管理公司，你辅助他；若他毫无兴趣，你保他一生有我。我惹的祸，我会解决的。您还是尽早回去。你的故事。